每地方成唔成功，我覺得係好視乎點樣培育佢嘅下一代。香港我覺得係需要培養啲健康、有抗力、有世界視野、有逆境自強嘅能力、樂觀同埋有自信嘅青年人嘅。機會唔係次都係會送上門咁簡單嘅，我覺得好多時好多機會係要青年自己去尋找，自己揾翻嚟嘅。而如果真係揾到嘅話，或者遇上到嘅話，佢事前有冇裝備好自己，有冇諗過點樣會利用呢個機遇？呢個係佢成功與失敗嘅關鍵嚟嘅。勝出嘅獎品 package 非常之豐富，又有獎金幫你創業，又有導師幫你一齊打天下，所以青年唔應該放過呢個機會嘅。